1995年，才华横溢初新秀亚军得主男新秀，他就是3号3的李明顺。恭喜明顺！恭喜明顺！发誓，我一定要让你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都跟你同生死，我爱你。我真的爱你。闭嘴！我背后直接有话，就你好看呐、成熟了不少吧。你觉得他是一个很用功的艺人吗？他一定是一个很用功的艺人、因为我刚刚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跟他演戏的时候，他还带着非常非常浓的马来西亚腔，好像你发烧啊？哦，真的、我是关火，我是扛猪肉。你一定是那个一个。对，我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，然后，可是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他是一个。不单单只是我了，可能每个男孩子看到呢，都会怎么说呢？都会希望找到他像他这样子的女孩子。像他这样的。对。当然，我也不能够很确定说，哇，以后我不跟他在一起，或者我不会跟谁在一起，因为我不能够说这些东西嘛。那因为感情的东西，没有人可以确定的。我们拍戏的时候都是用真正的内心散发出来的感情去拍的，那会不会动情呢？今天就别谈好了。是好朋友。对。方文芳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？是。好，是不是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全民听到了吧？他已经承认了。方文芳是他的女朋友。没有，其实我对啊，我就是很爱他啊。对，还不叫？为了要惩罚你、不好意思，你马子我已经上了。其他人我不敢讲，但是我相信明顺就会抓你很紧的、文芳一时激动，也落下了女儿泪，拥抱明顺，互相安慰。明顺就不会这样哦，唱歌就很整齐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说明顺唱得比周杰伦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奇怪，你的影迷都很支持明顺。他们是共同的一个俱乐部。对，I don't know。这样的会有我愤怒。为什么我要打你？连做慈善都会打情骂俏。哎呀！李明顺、李俊美、范文芳。这个下次有机会再谢谢。干你什么事啊？你哪位啊你？我告诉你，跟明顺八嘎了，连握手都不敢。最后，我们看李明顺有没有跟范文芳抱在一起。我也是希望他拿到明顺今晚拿最佳男主角，希望哈，希望。第十位李明顺，恭喜明顺。再讲一次什么？再讲一次，大声一点。他说上台为什么？跟谁求婚？
女主角呢？你讲的。不，我没讲。你不想娶她吗？我什么时候讲啊？啊，你不想娶她吗？啊，你敢讲啊？文芳，怎么说？答应她吧。除了戒指之外啦，你有送过什么其他的浪漫的礼物吗？没送过。没有，还没送。即将要送。其实从头到尾，从那天到今天，我都没有说过要送戒指，是你们全部人在说。是吗？真的吗？记者一直在说，朋友一直在说，上台也说，台下也说，啊迟早的事啊、可是我真的没有说过。迟早的事嘛。但是没有，是迟早的事了。不过哪一天？接下来就是我们新传媒的阿哥阿姐啦！哇哦，李南星、郑慧玉、范文芳、李明顺！哇哦，今天大家都以深色为主。对啊，谁说穿黑色就是黑社会？黑色也可以很高贵，非常非常的高贵，非常的帅气。哇哦！欢迎欢迎欢迎！是，那么这一刻呢，其实我们等待的就是明顺跟文芳求婚。目无表情是对的。谢谢各位，晚安。天父，来你说一说。天父，其实本来我们两个是。